在。有听得到吗？有人听到吗？有吗？好像 看不到哎、欸。他们还在进来。直播的前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哎、欸，还没开始、啊。有哎、欸。啊 ，The Lake。啊 ，Lake。好，大家好，欢迎来到百分百 Plus。没错，你没有你的时间没有出现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哦。没有啦，今天是那个什么啦，应前直播。对啊，所以可以跟大家聊一聊，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有什么问题可以回答，但是我们准备了一些，直接来了吗？还是就直接 OK， 我们就是可以直接来了，就是我们官方他们有来收集了从第一集到第七集，大家好像蛮容易产生一些问题的。对，然后我们来抽签，对，回答大家的问题。来啊，来，你先抽。就抽到一个掉出来这样，对，非常隐秘。哦，宝辉啦，宝辉啦，不是宝辉啊，那个叫什么？天选之人。你们会等三分钟吗？我吗？我都知道颜色啦，但我忘记哪个颜色是问你。好啊，这个好不好？抽，哎。我开哦。我先买。Betty Go 2020，这就是问题。好，谢谢。请问男女主角对自己角色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什么？最难的或最喜欢的一场各式。目前要说的一到七嘛。对，就是不要讲到还没播的嘛。Okay, 好，可以这样说，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一到七，目前最难，你 OK 吗 ？OK。好，那我先啊。哦，我累个。我在想，一直每一次在想，就是觉得一直在讲同样一场，就觉得好无聊。我有一个新的，哦、我先讲、Go ，你想一下。好啊。今天等一下八点要播第八集。其实我对于第八集有一场，我跟恩允，就是我的女儿，嗯哼，然后也跟任少芳好像有点关系的一场戏。OK。我印象很深刻。那前几天的那个在官方的 Facebook 跟 IG 好像也有播出那个预告片段，就是我对着恩允在那边咬，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为什么不接电话？像恐怖情人一样，你为什么不？那场我其实就是那天拍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好难让自己的情绪完全冲到那个点，因为那是我没有完全没有遭遇过的事情，所以顶多就是。比如说我以前养宠物，可是狗狗走失，你也不会说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你为什么？所以那场戏其实，反正大家等一下今天就会看到。我其实觉得那场很逼人，很逼我，逼你自己。我觉得一度演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印象还蛮深的，很难啦，我自己觉得很难。我突然想到，我觉得上一集第七集是跟那个哥哥演同一场，他每次就是。会出一些招牌，就让人有点出乎意料，就觉得就是那种 skirt， 我记得有一种 skirt 的时候，我就会笑场。那时候好像两个 take， 我就 skirt 的时候，我就吓到，我说那是什么意思？他没有先跟你讲。他那时候是他是一直在想的时候，就突然在蕊戏 skirt， 我以为他是在只是在开玩笑。那时候哦，有岁，结果我就想到他真的是 skirt 出来的，然后觉得哇，其实还蛮好玩的，还蛮好笑的，这是让我 NG 两次，因为我觉得这可以吗？我当时 OK 啊，然后说可以过，然后觉得好，那蛮不错的。他都不按牌理出牌。对，不按牌理出牌，就是让我们觉得赞哦，还蛮有印象。那你没有吓到他的吗？就也是类似突然临场发挥吗？应该有吧。有了，但是在后面的部分，后面的部分我反而是觉得比较更精彩。好，第二个问题哦，妈呀！哦天哪，这个是换你了，不用这个了啦。你傻吗？我傻，我夹。好，来，来，来，预备，夹。对不起啊，大家，对不起，大家是。叫吗？没有，就这样。哦、对，看我能，那我不用夹，我直接抓。八点好，一二，这样子好了，横的。看，一二三，四题。这个好，选了这个。这是红色吗？紫色。是紫色。
Summery Summer。品味在剧情里的服装，都是风衣或者衬衫、西装、外套。而且有什么设定过的吗？佩斯私下的穿衣风格又是怎样的呢？这个剧情妆法造型都好看，佩斯很适合小姐姐 look 哦。好，我插话一下。你插。我发现呢、啊，我们的造型师很喜欢啾啾。啾啾。就是你们蝴蝶结吗？蝴蝶结啊，就是类蝴蝶结类的。我发现真的是从第一集到可能这近这一集的。有吗？在谁身上？你。女生身上，我没有啊、你多看看有，我哎、欸，有都有，宋雨薇有，很喜欢。如果你没有看到 get 到的话，就是看一看，就觉得哦，真的吗？你第一集就有了，然后第一集发现，我就说这哦，这个，然后在其他人身上也会看到那个啾啾，我不知道人有没有 catch 到，真的，就觉得你不讲我没有发现哎、欸，对，那我觉得很多在这部戏里，啾啾是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的 dress code， yeah， 对啊，他通常宋品薇通常就是风衣、衬衫跟西装外套是，应该是定妆的时候，我记得造型师说过要营造一个专业的形象，因为他是一个加医科诊所嘛，就是基因工程的博士。我私下穿衣风格，来，我告诉你，就是胡宇威今天穿这一套，他今天穿这套，我说，我想买，就是一种比较，有的时候就是比较男孩风，但有时候我又想要。有点合身的我也可以，我有时候也抓不住我自己，我可能一两个月就想换一种风格。一两个月，对，差不多了，每一季都会有不一样的那个设计灵感啊，不同的那个 fashion， 对，不一定。身为一个时尚人，就是要什么都能驾驭。OK， 好，反正八点的时候我们就互换衣服，给我们两分钟，现钟，好啊，消失来换衣服，好像是我比较危险，好啊。哪有哪会危险？那你换上半身，不对，很对，我换下半身，你换上，不对，哎，再说啦。好，换你哦。好，又换我了。一样的招式吗？对，来，会远点，对不对？一二三，姐。OK。可是紫色都是问我的，我想要。没事啊。哦，然后我要加别半个小时的时间。Joyce 1018，可以把他们账号念出来的吗？佩斯可以用品味的口吻对所有支持你的粉丝说一段发自内心的话吗？今年好少见面的机会，品味的口吻哦。你怎么可以这样？我爱你耶！乱讲。那你帮我对恩怨对恩怨的方式。哎，他已经帮我表演完了。就是激动的部分，品味就是很，他很冷静哎，他就是会，哦，对，还蛮冷静的。我知道今年真的很少见面的机会，但我希望你们知道，我的心里是有你们的。我也希望，不管是今年、明年、大后年，或者是过年，我们相约，一生一起走，好吗？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我完全不是送你们。好了，就这样，下一题。好，来。然后那个哦， yeah。 你抽个蓝色啊！我跟你讲啊，这样子啊，我们把其他颜色弄出来。好，预备备，开始，来不及。OK。OK。哇，好痛啊！我觉得大家好辛苦。来。好巧，0521。邵凡优秀的基因是全面性的吗？有没有？好像看没有看到第七集，有没有那方面是比较哪方面？哪方面是哪个方？是哪方？那方面呢？会歪掉，会歪掉。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OK， 那比较突出的，就比如智力啊，长相啊。啊，OK。新加坡的粉丝，嗨嗨嗨 ，Singapore friends。好。基因是全面性的吗？应该是吧，完美啊，就是要要求完美的话，就是从他血里到就是外，就是外表，由里到外，对，由里到外基本上就是已经编辑过了，所以就是能到能够完美的话，能越完美越好，就是这样。感觉他妈妈把他设定没有一处是没有缺点，全部都是超完美的，是，所以应该是全面性的。对，全面性的。OK。好，过。Alrighty。
好，我要第八章。第八章。数。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页，好，黄色的。哎 ，Circle 零七二。第六集里，少凡和平威对峙吵架的戏很好看。第六集是什么？吵什么？水母吗？灯塔水母吗？不，还是什么？是什么？第六集是什么？吵架？我们太常吵架嘞。哪一个吵架？请问演员在演的时候有被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吓到吗？是不是打赏巴掌那一场、啊？我的，哎，打官司？怎么你违反自然是吗？就是那个吗？另外一部戏嘞。是啊，请锁定我们另外一部戏。我们都是律师。是吗？去未海啊！打官司，然后彼此律师，那有吵架吗？有啊，讲话很快、欸。没有空，没有留空，就是我就说什么你们什么贪婪，然后什么你们一天到晚妄想违反自然，然后你就说那你就没有违反自然吗？啊，那个算吵架。常态，生老病死是常态，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吵架还是那是就是对立而已啊，没关系啊，反正帅哥，魏海带人进来自由基是这样吗？抓人那边没给啊？哦，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嗯，是吗？就是魏海。你魏海的人要找自由基一起进来实验室，嗯，然后不是还有到自由基里面抓人，嗯哼，把自由基的人抓走去警局。哦，那个有吵架吗？啊，我不懂，不懂，我所谓的吵架是那种很大家很高嘛，那火气都已经，他、啊、就堆叠的那个程度。那如果是好，那好，请问，演员的时候有没有被对方散发出来的气势吓到？有啊，我背上巴掌啊！你就一直跟我翻旧账，他什么都是赏巴掌、啊。没有，那是他有没有赏巴掌吓到？有，是基本上是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些情绪会混在进去，混进去，因为有时候在走戏的时候，走戏太理智了。走戏对对。然后真的拍的时候，你会全部投入的时候。会有一些现场临场发生的那个东西，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会那样子。嗯嗯嗯，比如我们刚刚讲的一些什么上面什么生老病死是自然，其实那天雨薇的接话，我就觉得就是其实他讲的很对。其实我看剧本，我已经知道他讲什么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好像真的是发生，就是当下好像是真的一样，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嗯嗯，就有时候我曾经啊，我那时候有一次就是拍一场戏，然后对方是要在就是No, 在之前呢、啊、他是要甩玻璃，要甩什么杯子，那个情绪太嗨了，大家很火气一直在堆叠，虽然是假的火气，但是好像就是演很真的时候，那个火气有点控制不住。演员就把那个东西摔了，然后就摔了之后碎玻璃，真的是这不小心割到其他演员的脸部还是哪里就流血，真的假的？所以有时候是会被那个吓到，有时候真的因为太真，然后情绪这个太在里面的时候，也 too in， 就会变成有时候会忘我，那个有时候会吓到。那个那但是真超级有说服力的，这个也不能怪演员。那场戏感觉会很好看。对对，因为很真啊。对啊。对。所以那个是还是会被吓到。会。没被吓到就是假。对。应该是吧。冲！换你啦。哦、oh, ，OK OK。来要哪一张？名牌。第三张。右到左还是左到右？右到左。OK。来。哎。这样啊 ，OK。V。哦。M 名字。上面说家总是要回的，为什么会自己搬出去住？因为他有钱啊。你傻了吗？没有啊。那是他自己的家，那也是他自己的家，那是家里买给他的家，所以算是家吧。哦。你应该是自己用薪水付的。
那那，而且其实他家就是因为他基本上他其实没有花很多钱，所以他家那个该有的墙面全部都用落地玻璃窗，大家有发现吗？就是路人经过都看得出来他在干嘛，他早餐吃麦片啊，超级，他去上警示厕所，上厕所啊，洗个澡啊，没换衣服，就是没完全没有隐私啦，就是妈妈不只是妈妈看得到，全世界也很。就是全世界看得到，但很透明。我记得邵凡是不追求那个奢华的生活，隐私吗？不追求隐私，不追求隐私，是街上嘛？对，反正就是那个你好像不用住在豪华的房子里。哦，不用不用不用，他也搭公车啊。对对对对对对对。OK， 还要继续回对不对？还可以再回几题。OK OK， 好，走。你要跟大家聊天吗？不用，他们有什么问题吗？蛮多的、啊，笑死了。VM07A 笑死了。他在回他，你为什么笑？有什么好笑？三悠悠，300万门票什么东西？就刚刚在讲那个吵架的那个。哦，吵架。300万门票。长生不老那个。那就是灯塔水母那个嘛，是不是？啊、哦，那就是那我们没有吵架啊，那个只是。恐慌症发作那句话，对啊 ，OK， 好，对不对？雨薇今天穿着很帅，哦，感谢 California，Hello，Hello， 还有什么问题吗？换你选了，换你选，好，换我，来，三，左到右三，左到右，对，一二三，这边。烂，我觉得我们的粉丝问的问题都很清楚哎，不错，我真的有看。我问你，一八烂，110，第七集揭晓了恩允的身世，品味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带大恩允的？完蛋了，答不出来了，问导人，我其实觉得他那个一定是有一点不。我觉得你要说没有不得已是不可能的，嗯、但是因为大家知道戏里面演我好朋友的也是我现实中好朋友魏如云嘛，然后其实我们在演那个在沙发上他等于是临终要托孤的那场戏的时候，我其实是不想要他往那个方向想的，但是他又很坚持的要我，总之就是有一种心情会是。因为如果我不管宋恩允的话，他就真的会跟我一样变成孤儿，所以既就是没有办法不接下这个，我接下这个任务的话，等于我要面对我好友的死，就很不想了。可是这事情又发生了，然后我觉得那个心情真的是很带着很大很大很大的难过，可是你却要从里面找到你继续有力量的方式。蛮不容易的，而且我觉得大家没有发现哎、欸，宋品威喜欢的是学长，你们知道吗？在实验室里面，就有一些人，对，你们是他们是没有 get 到，我喜欢的学长就是邵宗演的、啊。你说我 get 到啊？你有 get 到？那是因为你有看剧本。Okay. 有些人他们没有发现。为什么？没有，还蛮明显的、啊。因为我们演的是那个嘛，就是反正就是我喜欢的人就是约天哪，瑞竹去吃饭的学长，等于是我的爱已经伟大到我连他的女儿，即使他们两个相爱，但我也爱他们两个，所以我也要爱他们的小孩，这样。嗯哼，很悲情哎、欸，我觉得宋品威蛮悲情的。好过，心很大。对。好，是不是要跟粉丝，我们要跟你们互动一下吗？要不要回？刚刚有说他今天生日，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讲出来。阿娟，阿娟，祝你生日快乐哟 ！Happy birthday！ 还有没有？观众朋友们，有发现哦？你们都有发现哦？对啊。OK， 好，刚那段剪掉啊。那怎么剪？养着自己喜欢的学长的孩子是什么心情？什么心情、啊？我们就八点播啊，你们知道吗？剧情很快啊。哎、欸，再十分钟呗，再十分钟就知道了。他们要讲台语，我跟你讲。哦，株洲不株洲株洲，
品味大学的时候的戏能再多一点就好。刚我想问一个问题，我看第七集的时候我有个问题，为什么我跟魏杰在公园聊天的时候你经过啊？因为那条路是我会回去的路，那条路已经当初也说过是我，那我因为第一集或第二集我看到你在那个魏海的海报搞破坏的时候，那是你回家的路。Yeah。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问题？我还是会经过，把那是我回家的路上。哦。Hello， 雷猴啊。Canada，Vancouver，Canada，Canada，Canada，Sorry 。那我们现在这边几点早上哦？加拿大应该差不多。Hong Kong。嗯，差不多。香港的朋友。菲律宾 ，Hello。Boracay， 好的，麻烦 Boracay。为什么少凡那么爱买面包？为什么那么爱买面包？可能就是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吃的。那不是可能，应该是的，基本上是的，因为他都会经过。他都会不是在他家楼下买他喜爱的牛奶面包哦，那他就是喜欢吃面包，他路上都会，因为路上都还有面包店。有人说到现在还不知道品味哪来的红色油漆，我跟你讲，有拍哦，那个，但是被剪掉了，因为要剧情紧凑一点。他在那个公园的右前方的垃圾桶的旁边，是真的。是真的，当然是我们 say 的，但是对，只是有拍我去找，哎，真的看到意外有人有那个有一堆垃圾在那边有油漆这样子。对。好。什么东西？这是明年金钟的最佳男女主角了吗？我们不知道哦。哇哦，这个不敢。可能是后年的吧。哈哈哈哈哈。我乱讲，明年没有后年，有后年没有大后年有啊，永远要有希望啊。对，抱着希望。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今天晚上的重点好了。好，今天晚上的重点。提醒大家第八集的看点是不是？对，我擦个鼻涕。第七集的落点应该第八。对啊。哦，第七集 ending 就是落在那个佩慈要，哎不，算品味啊。要想要提出他要验。他想要验那个任少凡的血，检查他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对，为什么会开始有脱发效应？对，反正就是那个是很大的一个看点。然后第二个是，椅子断掉。没有，我们刚好把推踢倒了，没事。另外一个看点就是亲子三人打棒球，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嘛，就是。品威在第七集跟恩允约好了，他要陪他打棒球。嗯，但是第八集里面发生了一个蛮大的意外，然后就是我忘记了脱发效应。他品威好像看到了一个那个当年的什么什么，他小时候有哦，对，那小时候。总之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所谓的亲子三人就是我跟恩允还有任少凡，那到底？具体发生什么事，我觉得大家等一下锁定第八集，应该很快就会播出了。那场我觉得很难演，但很感人。哦，我好像跳到未来。OK， 没事，我知道了。我现在回想到那一场了。哦，你讲的是后面结束的吗？耶，没事。好，没事，不要问。不要问。第二个是什么？苏荷发现品牵制少凡的实验对照，这个你说。因为我也不在场，我不在场啊。品谦跟你，我不在场。这个啊，天哪，要讲，我觉得有点可惜啊。那还是我们先不要讲。反正第七集的 ending 也是有品威是想起啊，好像你有讲到啊，就是想起他以前的过去，好像想起以前的悲伤的那个记忆。对，想到一个妹妹。然后少凡也常看到那个妹妹，对，嗯，妹妹很可爱，妹妹真的很可爱，很可爱。我在第七集里的花絮对雨薇做的那些什么什么什么要加油什么那些，我都在学妹妹。对对，雨薇不是我本人想要在那边，但是没有前后，我想说我到底干嘛，我为什么要一直就是握她的手，然后说什么辛苦了。哦，那个是妹妹本人，她是她超可爱。但他荧幕上比较就是，就是反正就是前，因为他是过去的人，所以就是、嗯、
对，大家继续看下去。那个这个很大的一个看点，我觉得这个爆点超大。嗯，为什么会看到一坨的红色在他的衣服上？会解释后面会让大家知道。对，那是胎记，大一看胎记。你可以不要那么认真。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胡打胡闹。好，第三题。第三题我刚刚讲了，有没有上班？对。对啊，看我怎么治他了。嗯。对。抽血。好，现在还剩下五分钟就要播出了。五分钟要播出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很棒。这些问题有时候有一些，我想再看一下。看这个。还可以回答一题，好。Daddy， 演技考验，请两位各用一句台词。魔王啊！魔王牌啊！很会抽哎，各用一句台词或动作模仿剧中角色，给对方猜是亚当里的谁。Come on， 我们自由基就是要怎么样，生活才会美好耶！谁？等一下，我已经秒。快点，大家不要这样子，死气沉沉。你说什么？这是谁？这是谁？那他演谁？他演苏荷啊。啊、oh, ，OK OK 。那我刚刚谁？你要帮他？哦、oh, 耶、yeah, ，什么叫啊？那就是什么 ？Come on！ 那我就自己来。哦哦哦！来。那个啊，品味来。来，给你靠，我不看，你靠。我太大。哦天哪，我怎么忘记？那我知道，但是忘记名字。那个两个名字，两个字，两个字。第一个字 ，Why？喂，喂，你还不知道？喂海！天哪，完蛋了！你要答出来，这场直播才能。好，第二个字。第二个字，那个啾啾啊，啾啾的中文。啾啾的中文。蝴蝶。蝴蝶，对啊，蝴蝶啊。啾啾中文。三个字。蝴蝶。哦，慧杰啊，要。对啊。你忘记我发三杯。你忘记三杯。天哪，完蛋。果然是魏海，他真的有后遗症，他真的有。哦，man， 这是拖把效应要求。好玩吧，还蛮好玩的，这个好玩。那我们是要结束直播了吗？我们等一下陪观众一起看五分钟。这是预告。我们等一下陪大家看五分钟。开到静音，有一点点。开始哦，41频道。把大新开分，给大家转过去。请大家现在家里有电视的转到41频道八大戏剧台。Right now。哎，这不是我们的。这谁啊？都没有演过。没有。哦 ，Ray 也有来演，他有客串，他有客串，有，就是我最大的精彩的，对啊，有啊，很多好不好？在那边，拜托，算第十集吧，我们，会不会被告？没有，我刚说真的 Ray 了，哦，每天都在 Ray， 乱讲，每天都在 Ray。歌好像蛮好听的、哦，是我们的吗？哎呀，我不知道啊、哦，好像跟我有点没关系哦。啊，是哦、在我不爱自己的时候，你还爱着我啊？这么悲伤哦。哎，哦，不是，我还真的还以为是。还没，还在广告。哎，就一直在期待，很期待一部戏的时候，总是会。大家也可以9:30那个，反正先陪我们看嘛，就是陪我们看五分钟，陪我们你就是但看了这五分钟就停不下来了，对，然后后面再看是 OPD 平台的。好，让我们谢谢曼君的演唱，快了。哇，都不一样。亲爱的呀 ，Conas， 亲爱小兄弟。好。送
面的直播，你要点进去才看到。还有时间哦，你们可以就是继续问哦。开始妈妈好聪明哦。今天好像没有爱心绿茶了。爱心绿茶。我们那时候直播不是直播就啊，好想喝茶，然后爱心绿茶进来，然后你的爱心绿茶也进来了。这里也是有绿茶，爱心绿茶来了。四十还是41频道。妈妈的刘海好潮，你们看的重点真的很有。丹薇姐超漂亮。爱心火还没了，火锅太多了。是什么？我们那时候也在，有下次就是爱心火锅啊，爱心什么的，就被。洗脑，对，好像就是从小应该是妈妈就给他定型了，不是也没有到洗脑，就是说给他一个定位，就是他得永远都是第一名啊，对，他就不自觉就是一直要去 fit， 就是我符合妈妈的期待，对啊，马来西亚。每个星期都超期待新的一集。那现在马来西亚的观众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看吗？可以啊 ，Catch Play 嘛，是不是？哦，那个来八大俱乐部的嘞，那是更好哦。情绪勒索，妈妈对小孩吗？敲碗映后直播。叫映后直播，映后你们可以看那个百分百娱乐家雨婷主持的，对吧？对吧？我有看欸，有看欸，对，因为他都说我漂亮，我就看。就我看他一直演七年，我真的很想知道他怎么保养的，我想问他。欸，学得很像欸，他很可爱，讲话很可爱。检查，你看我没有说的不对，你愿意吗？不相信我，全场都开始。邵凡真的会跟苏和结婚不？那个苏和结婚吗？好像会。好像会，我怎么不知道？你怎么不先说？那还演那么辛苦？好像真的。你近期进来，反正苏和很烦啦，程咬金。哇，一言不合又走了。育幼院嘛，对不对？佩子超可爱的。Thank you。你要看到这直播。他一直说称赞你，嗯，不错。邵凡要答应啊，答应什么？哦，你说检查吗？那个，为什么？为什么？要他有他的自由，只要他妈妈说要的话，他说 OK 好。妈宝。哎呦呀，我一直不自觉想要看呢。就看啊。我们就是在这边看的。不是啊，怎么可以看一眼啊？怎么可以看一眼？院长刚刚说资料不可以外泄，然后他就说看一眼。怎么那么快就被说服了？对啊，院长想什么？因为那个魏海有资助这育幼院呢。啊，对对对。我要去哪里啊？我知道，我要去找恩宇。新竹赶到台北很远呢，他长夜辛苦。那我相信这个地方一定是有那个
魏海一定是在新竹。喂。对，魏海应该在新竹。老包包好帅啊！超级帅，老超超帅！不是啊，赶快上车啊，送品味！好啦好啦，好走！哎、欸，健身司机大哥是导演本人，啊、他后来自己开啊，没看清。他后来好像台北路段是导演。哦，我还以为刚刚是啊。他在车上一直问我说：“你要上哪条高架？”我说：“建国吗？”说：“微风国小，你是不是受品威啊？”就是，你又知道我要去哪里？默默打给我。默默。啊，你是迟到对不对？因为我 OK OK 啊，对对对对，那会跳槽。红衣小女孩，红衣小女孩是被红衣小女孩是被抓去做实验吗？红衣小女孩，你快抓到，你快抓到那个对红衣小女孩。可以这样的吗？可以这样的吗？有啦，他也很为难，就是到底要跟还有有了。看一眼。有啊，赶快看，就是那样。看一眼。体重是5公斤哎，好好好，好瘦哦。告他。好，那我们就先陪观众看到这边。好，我就先陪大家看到这里。好，大家敬请期待，哦，就是继续收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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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收看。然后没有 miss 掉的东西，我妈妈还是可以再回放哦。好、okay? 好、oh, 所以下次有机会再我们再一次线上见。对 ，OK， 谢谢大家。最后一个问题。拜拜。